是的，真的太开心看到你了。对，我也很开心。对，这个永远亮丽登场哈。但是我很好奇，就是呢，这个平常嘛，你都究竟怎么样可以每天维持这么亮丽、这么棒的状况？讲真的，我在床头会是放一个那个空盒子的 Tiger Lab 的盒子，然后只要一喝完，我就立刻补充进去。所以我已经持续大概半年来，就是早上起床空腹就喝一包，然后睡前也喝一包。然后因为有时候早上会有突然需要很瘦身材很好的工作，是，然后你就要减肥什么的，可是如果积极就突然变瘦的话，很快会流失胶原蛋白。对，因为刚才在那个前导影片你就是分享这个，对对对，就突然瘦下来了，然后就这边会凹啊，或是眼皮也会凹啊，那就很可怕。对，就还好有人劝阻你要不对东西。对，然后我只要喝了这个之后，我可以瘦得很漂亮，然后脸上还是非常的端端端。真的，我看得出来，因为真的状况非常非常好。Yeah. 好，但是呢，这个刚才其实，在广告中也有一幕，就是每天很忙碌，国际巨星，你有很多的身份，是，然后还要当妈妈，那常常会有崩溃的时候。对，你今天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点呢？我觉得就是要让自己有一些自己的空间时间。然后比如说现在快要崩溃了，赶快想说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崩溃的时候，我不仅是对身体不好，然后脸也会变丑，赶快回房间立刻把门锁起来，然后那个喝一包胶原蛋白液，让自己冷静一下。对，然后好，等到觉得说自己那个脸已经没有在涨红或者是青筋暴露的时候，再赶快就是微笑的出去面对孩子。然后如果再反悔的话，就说好，然后赶快去酒柜开那个红酒，然后再喝一杯红酒。就是每天找一些让自己会开心的事情做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想哦，这次真的非常开心，这个 Tiger Lab 在2022年找到你合作，是。然后呢，这个担任代言人，要不要聊一下是怎么样开始这个合作？契机是什么呢？其实是这样的，因为 Tiger Lab 呢，他们是我的忠实粉丝，他们就是不断的在 follow 我，然后想说，哎，小 S 怎么可以消失了那么久之后再出现，然后还是一样漂亮跟受欢迎？他们想说这样的人不签他怎么可以？所以他是立刻邀请我来当他们的代言人，马上跟你联络。有总经理在台下，我说的是真的吗？总经理，对，而且总经理刚刚有说，他是我的粉丝了。总经理刚刚有说，这个跟你合作之后，业绩真的非常非常棒，我超过2000倍，真的假的？刚总经理有跟大家报告。2000% 是什么意思？是本来卖多少会变多少？这次大概有卖到100座101的包子。真的假的？卖掉了100座101的包子，掌声啊！很厉害，你很高哎、欸。对，但是你是叫盒子放还是池子放？你都是一样的、啊，是一样的意思吧？对，那你那个包红包啊，你装没事，做好心啊，瞒着我啊。非常厉害，还好。那你要装没一点，又不能让你知道。好了，先给你一点，请你吃个饭。好，所以关于身为代言人，就很希望自己代言的好产品能够被大家分享给家人。对，而且其实你除了代言，你其实都会分享给家人。听说姐姐啦、妈妈啦，大家都会抢着喝。我在身边真的是只要是女性，就是一直烦我，就是只要被我推荐喝这个 TKA 啦，那个胶原蛋白饮之后一阵子，然后再碰面，他们就说你摸我。你摸我，我说干嘛？我为什么要摸你？你摸，就连他们喝的都超有感。对，然后我就摸，我说怎么好滑啊？他说对，你看，谢谢。然后连那个，比如说同学的妈妈也会传讯息给我说，哎，我有看到你那个广告啊，感觉真的好像很有效。我都说真的非常有效，他就说那我一定也要赶快去捧场一下。是，然后我跟他说不用，我送你就好。真的很就是也是可以拿来当你是做人的好礼物，真的是一个很棒。因为真的是每个人喝完都说，即使我没有在持续的送他们一些就是不熟的人，他们就自己还是会持续不断的团购。哦，很棒哎！像有很多工作人员就是那个发廊已经堆了好几百箱了。太好了，而且因为我觉得 Tiger Lab 非常的贴心，因为他们就省了一些行销通路的费用，对，让消费者可以最棒的价格。对，是我们的美丽，没错，喝到最好的产品。所以你喝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了，对，你自己的心得呢？我就觉得我整个皮肤状态，然后就是没有再凹了，即使是有变瘦。你真的状况非常好哎！你是想真的吗？我真的。跟主持人客套？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说客套吗？你以前我是当主持人，我是当是不是客套？因为真的很
很漂亮，真的很烹饪，状况非常好。可是你看我的腿又非常细，对，之后我就瘦了，瘦了。可是脸确实你知道很饱满，但是又不是那种打那个玻尿酸那类的整形脸，是自然由体内到外面散发出来的那种烹饪。是，所以真的我们要照顾好自己，选对产品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好喝有感就不会。听说拍广告的时候啊，你那个 rap， 今天我们一直在听那句话，我们整个已经深入脑海中了。因为他们就是、他们找我拍广告嘛，然后就是拍一拍，他们就说，导演就说，你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感觉、啊，即兴的嘛。对对对，我说 OK 好啊，然后反正那一段我就在跟自己那边唱，然后导演说你在唱什么？我就说哦，我自己想的、啊。他说唱出来，我说好喝有。是，就是因为我的口气是太讨人厌了，所以有的时候好喝有感又有点会变比较小声。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刚念，就会说你在念什么？是我刚念完的时候，那个他们公司的人就说，为什么他要说好喝有感，好喝有感又贵啊？是又不贵啦，我就是又贵，要下个 tempo， 要有一个态度，对呀，这是一个转到好喝有感又不贵。没有那么气的，对，但是真心推荐给大家，真的很推荐女性朋友们，你喝了之后真的会很有感。是，已经卖了这个100座的101楼哈。那我想到今天非常开心，我们马上要来进行我们的这个合作仪式喽。好，那我们请看 Happy 捕捉一下画面好吗？我们先请看一下分中间，请两位统一视线喽。好，马上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启动仪式。好，左手边请看一下，头先偏左边。好，再请看一下右手边。是的，好喝有感又不贵。对，好喝有感又不贵，真的我很难拿捏，这是你的 style 哈。好，来我们正中间再请看一下。那等一下呢，这个画面捕捉 OK， 我们就照一下 ，OK， 再来一个。好，动态补一个是不是？动态补一个。动态补一个哈，来动态补一个，来，请看一下这位哈，要跟我们一起念 rap 吗？好好，来，这个要求，好喝有感又不贵，好喝有感又不贵，好喝有感又不贵，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电子媒体进行访问的部分。